哎呦，陆江这个球拿到了，犯规了，这球给牌，裁判应要给牌吗？这是可能是为数不多的这个刘安河队的一个机会了，这是刘翔两名队长的 PK， 裁判手下留情了。看到陆江刚才跟戴振华说，好像这个球由我们来罚，希望看这是最后的一个机会吗？嗯。现在就是球要打在门框范围之内都好一点，注意补射。对，一定要注意补射。你打出去的话，就什么机会都没有。对，没错。这可能也是湖南队的这场比赛最后一个机会了。对，看看这个有没有一个惊喜，一个奇迹。还在跟这个八号跟28号两人在交涉。对，戴庆华和陆江在讨论这个球该怎么罚。哎呦，戴庆华，哎哎，打门，球进了，球进了，在最后一分钟，我们来看裁判怎么吹呢？这是个好球啊！怎么了？这个是个好球啊！我们再来看，滑一下，漂亮啊！哎、有力无力的原则。对啊，卡多索，怎么呢？这个球比赛结束了？不可能啊！有力无力的原则、啊，这个球怎么都得让这个球能够踢完。卡多索非常漂亮的，